我是好像小苏明天做手术，昨天做了各项检查，一些 CT 啊，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。今天的话就剩那个，我听护士说剩那个皮试，还有一个麻醉师，我估计会，签一个什么字儿，然后麻醉师然后确诊一下，情况，明天做手术。今天我妈提前过来，然后等一下我去接她。明天做手术的话，早上，然后我大姐也赶过来，都比较担心她。小苏一个晚上起来了好几次，睡不着，我也是。然后第一是比较担心她，然后第二的话是换了地方，的确睡不着。小苏的闺蜜然后送来了那个电脑，这会儿在那个减压，看一下电视剧啊或者啥的。以前梳过头发了没有？现在出来，外面下雨了。这两天的话，就是各种各样的在那跑，拿各种各样的单子啊，然后陪小猪做各种各样的检查。在医院的话，花钱还是比较快的。我看了一下昨天的那个单子，然后一天花了是将近2000块钱。我现在去银行取点钱，因为它有一个收费的款项，必须要用现金，用不了微信支付和那个银行卡。我现在就取一下。那有一个工商银行，需要本人过来签字。是就诊。后来你坐了公交车了？公交一路车不走，他到那正好又返回西米了，过不来，我该又坐上西米。他那江总了，他一会儿就该输液了，正拿咱那冒着输液叫咱那江总给他叫单片子去收拾纸箱子。这样子。别害怕，俺都赶着床边直，这一刀就闲了。你说你那个人到墓院就全懵，就不知道人事了。那当时谁来家门没事？孟女士问了，你说心慌不心慌？我说一个人到进了心慌。你说做心电图能心慌了？我说没有，你说那就是紧张。他说那心电图我也没心脏。那都正常，那都正常。你说心电图正常，正常心慌那就是紧张。没你个白脸，这咋弄了？这咋弄嘞？娃咋没念着呢？俺都来人带了药，是，那就在带人拿过这片儿没事儿，后来再扔了。他说着六只正着也是不是一把了，不碰他泡针哈？那不嘛，他不泡针，一泡针屁股都你就不懂了。我知道。叔叔这一个针，没有扎过。咱娘来了这样就放宽心了，咱娘来了这像五一来了没认识平平啊，没事。他真没事，你再让我一直心慌，咱娘一来我就心里都不害怕。这怎么是这么事？没事没事。听咱娘说，你家就是这收了那苦，做了那收了那。哎呀，我看人家当正常人。我这个连了确诊证，都确诊证了，查了些才你家说。哦。家说。哎。找根银了，瞧瞧妈妈手的轮手了，咱让输液了。找根银了啊，知道挂心挂心妈妈了。咱又听过过回来没有？听来。你知道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那太飞扬来了。我猜你个一飞该飞扬来了。来听说哈，给哥哥留后干接啊。嗯。哦，正听说。哎，那家伙后一阵去呼吸姑姑了啊。